这么无聊的游戏，这么的幼稚，这么的幼稚，而且总是想出来控制我，逗我乐趣。 多了啊！为人民服务。车准备好了，上车。啊，小胖子。啊，是啊，我先去一个地方，先去我家。 OK。 去这么远的地方，我跟你说啊，我还要去队里的，我只有40分钟时间了。我有工作面试在这边，我想绕过来看看。你不是已经找着工作了吗？怎么还面试啊？一个短期翻译的活儿，时间地点都合适，最主要的还有钱拿，干嘛不接？前面。 确定是这儿吗？我看路线指示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没错吧？你确定这儿有人吗？大白天的都拉着窗帘，不像是有人吧？你这晚上肯定很瘆人。 走吧，咱们先走吧。走吧，瑶瑶。喂，欣然。 你什么时候面试？我明天早上。明天？我有几条线索得去跟一下。最近接连发生失踪案，又全都是未成年人，我们怀疑是有组织的拐卖。明天？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吧，我打车去就行了。那你和简轩出门的时候都小心些啊，随时看着点身后。要是发现有可疑的人尾随你。 行了行了，你这当警察的什么眼神啊？我跟轩轩是未成年人吗？我是啊。我跟你说认真的，明天你去面试的时候通知我一声，面试结束了也要通知我一声，记住了吗？知道了，李副队。虚打死，拜拜。
你好，有人吗？我是来见薄先生的，我是来面试的简瑶。你好，我是薄谨言。简小姐要喝些什么？咖啡、茶还是红酒？茶就好。行。我听张教授说，简小姐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应该是我遇到了最好的导师。我这次找翻译呢，是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译成中文，既然是面试，免不得要出题。这是其中的两篇论文，还要麻烦简小姐示意一下。不好意思，这些是论文的配图，忘了拿出来了。死者死于性虐杀，手足均有捆绑痕迹。有专业词典吗？郭先生，我医好了。这么快？你刚刚毕业，这个速度比好些资深的翻译都要强啊。男朋友啊？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职业季了。简小姐的工作找到了吗？已经找好了。恭喜。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啊？我是在江州上的大学，所以新的工作也在那边。什么工作？是一家做进出口的国际贸易公司。哦。嗯，什么职位？就是普通职员。以简小姐的能力，普通职员是不是有点屈才啊？没有。不瞒简小姐你说，其实呢，这些研究只是我的一个副业。你要不要猜一下，我的职业工作是什么？我相信，薄先生很希望我猜测，您是一个外科医生吧？难道你觉得不是？薄先生身上有明显的消毒水气味，而且在我面前多次洗手。表明您很注重清洁，而且论文里研究的主题也都是和外科医学相关的人体解剖学内容。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猜测您是一位医生。可简小姐不这么认为。您刚才泡茶的时候，从茶罐里舀出茶叶，洒落一些叶片，说明你的手并不稳。你只泡了两种茶，就把茶罐的盖子给盖反了。说明你并不细心。
有思维跳跃，显然是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再加上一只典型的鼠标手，我猜想你的工作应该是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相关吧。我这个是鼠标手吗？简小姐，你让我实在是太吃惊了。你光凭这些就能猜出我是做计算机的，真神了。好吧，我已经决定了，这个翻译的工作是你的了。谢谢。不过，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博先生啊？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正的郭金岩？我之所以知道你不是博先生，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都是因为那个。好吧。既然是这样，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傅子玉，我是那个坑人的薄金岩的朋友。你好，我是简瑶。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工作忙就不用来接我了。几条线索都没有进展，队长让我别绷得太紧。怎么样，面试？笑什么？问你怎么样？这个工作肯定是我的了。哟，这么自信呢？等人瞧吧。这是你放在楼下的。我需要一双有洞察力的眼睛。罗教授，你现在找的是一个临时翻译，并不是长期的助理。出智力题就算了，你还要考人的洞察力。显而易见，我不能让太蠢的人来翻译我的作品。一个思维不敏锐、不细致的人，注定只能翻译出字面的意思，无法理解细节的精致和文字背后浑然一体的灵魂。那这个简瑶，他能不能理解你的灵魂啊？没人能理解。徐安哥，严姐呢？大瑶瑶，啊，拿五块地。徐安哥来了啊。寄的什么东西？合同。我拿到那份翻译的工作。真的？来一个水果。谢谢。什么呀？妖怪寄来的？我看签名。哇，果然是妖怪。字如其人嘛，就算他是妖怪，那也是一个很有风骨的妖怪。薄禁言，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好像在哪看到过。被你一个刑警队的人觉得名字耳熟，不是什么好事儿。他该不会有犯罪记录吧？那我真得查一查。我跟你开玩笑的。听我的导师说，这位薄同学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所以人家就算有犯罪记录，那也是在美国。哪是一个小城市的警察能查得到？又梦到了？有事说事。简瑶明天就正式开始工作了，我交代完她之后我就回江州了。鱼冰箱已经塞满了，够你吃一阵子。哎，对了，
这次的翻译还要不要手写？不用了，电子版就可以了。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怜香惜玉的嘛。他的字不好看。难怪，要求真高。傅明义，15岁，家住清江镇。父母安排他寒假到同事的姑姑家暂住补习。6号早晨，搭乘9路公交车出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到案。这是第6宗失踪案，市局还不同意并案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离家出走的也很多，丁姓为团伙拐卖，这证据嘛，是有些不足啊。其他的失踪案，都是确认发生在市区的。如果这些真的都是关联案件，那我们就可以假定，傅明义中途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到达了同事。打印照片，以总站为原点，走访排查，看看有没有人对他有印象。好，好，好。他这个人脾气有点怪，挺讨人厌的。你最好还是别上去啊。好。一楼呢？除了那个上锁的房间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你的天下，你可以把它当做自己家一样随意使用。是博先生吧？嗯。妈，等雨停了我就回去。我正好多工作一会儿。放心吧，没事儿，不用打人了。拜拜。吴先生，你叫我。吴先生停电了。这么明显的事实，你不需要刻意叫我下来告诉我。有没有蜡烛或者是应急灯之类的？有。在哪儿？我不知道。那能修理吗？从停电时的形状判断，是附近的电网负荷过大，烧毁了变压器。不过我会修理，我很忙，也请你不要打搅我。这边，吴先生，还有什么事啊？你这很冷，麻烦你借我件衣服行吗？我不喜欢别人穿我的衣服。
难吃。肉太老，盐太多。我没有邀请你吃。这才是生滚鱼肉片。干什么？我不认为你能够在不带夜视镜的情况下绕过地下这些碎玻璃回到沙发上，尤其是你的身体速度反应那么的不敏捷。相信你已经有了判断。我承认，你做的鱼是比我做的好吃。可是你以前说话太刻薄。晚安。